我让你买的鸡腿呢？早泡上了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先去吃饭去。吃完饭才有力气，没力气干活。先蒸上点米饭。今天做一个照烧鸡腿饭，洋气的饭啊！先把这鸡腿儿，把这骨头给它剔下来，调个料汁儿，两勺料酒，一勺老抽，四勺生抽，来上一点点清水给它搅开。锅中油热，放入蒜片、姜片，把这个鸡腿肉来给它稍微一煎，煎至表皮发黄，翻个面儿。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盖上盖儿焖十分钟。啊，好香啊！这味儿太香了。来个造型哈，扣个米饭，哎，把这个鸡腿肉来给它切一下，然后淋上点汤汁儿，来个西兰花，一定要焯点水哈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